事后这件事不能立刻做。男性事后四不做，你真的做到了吗？一，不要立即排尿，男性的尿道又长又弯曲，尿液通过的阻力大，时间长，刚结束时处于充血状态，不利于排尿。如果你长期着急排尿，前列腺炎就会找你麻烦。二，不要抽烟，事后烟已经变成老司机们口中流传的一个热门梗了，但事实上性生活后来的一根对身体危害很大，有研究表明尼克丁会影响丁丁的勃起功能，小心有这次没下次啦。三，不能立刻吹风，爱爱以后我们刚消耗的体力，此时我们全身的毛孔都处于一个打开的状态，如果这个时候直接吹风，可能会导致汗腺排泄物毛孔壁收缩，如果你抵抗力弱的话，就有可能感冒。四，不要马上洗澡，如果立刻洗冷水澡，湿寒会容易入侵，从而影响我们的抵抗力，如果水温偏热则会扩张血管，有可能导致心脏或大脑缺血引起的低血压或脑缺血，此外还容易导致头晕或者摔倒。所以陆医生在这里还是建议事后休息一段时